因为上面有好多小东西，你要把底纸撕掉的话，也许会把这些小东西都撕掉。底纸还留着，然后我来贴一下。这往这贴的时候，瞅着这个塑料这个下面这个边儿跟这个边儿齐，然后呢左右一定要看匀了，你要不匀的话这一头就多了，那头就少了。然后呢，现在是这遮光罩，这遮光罩有个边儿呢，有个小的斜坡，这个边儿，这个边儿不容易贴住，因为它太小了。这个位置我们用热风机加热一下，加热了换一下。边压回来，
这个变焦刻度，变焦刻度我们从中间开始贴，从35或者50这个往两边贴。这种没有预留孔位的都从镜头背面开始贴，这样的话接头它都接在镜头背面，不影响这正面的美观。这卡口这一块贴的时候稍微拉伸一下，你就是下面卡口这个下面这沿儿起就可以了，稍微拉伸一下，然后不拉伸它是斜的，稍微拉伸一下，一边拉伸一边贴。然后呢，现在这儿多出来的边儿大概有1毫米吧，我们是为了跟中间这个斜坡这交接的，这个位置建议大家用热风机加热一下，加热软化一下，要不它容易出褶皱。这是镜头前盖，这是镜头后盖，这就没什么说的不贴了。好了，这镜头贴完了，谢谢大家。